I gotta tell you this, 우리는
妹，那霸气霸白叫鬼妹，在哪？等一下，哎，现场所有朋友啊，虽然很好笑，但是我还是要，你们给我一个掌声。爱萍真的很敬业耶，还是叫你们给掌声很难，对不对？相机都放下啦。奇怪，每次回来高雄啊，那相机摕掉掉，拢去拍手这样子，然后这里跳到哎呀，鬼啊，拢落去啊，你搁咧翕相，奇怪呢，哎呀，唔着，互人一个开落的，哄人，互人一个鼓励，对无？那跳到这哎呀，哎底拢落去啊，你等下摕去博过看有上过，看那博着老祖袂？嘿，你先休息，你先。哎呀，哎呀，想叫你讲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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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两个姐妹同心，好不好？我陪你，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马比尼，马比尼，你们先拍照，对，先拍照，他去换个鞋子了。嘿嘿嘿，我车上有，车上有，先去换，嘿，先去换，先去换。奇怪，我甲你真正吼，你恁拍扑较中难，人跳到下底过，我当伫咧讲台顶嘛，我无得拍手。那我们现在剩下两位成员鞋子还在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让范璇跟马丁尼先来台上先拍个照。他们在高雄呢也是邀约不断了，好不好？只是他们比较少在庙会场合出现，因为呢他们有几个原因呢比较少在庙会出现，就是他们都睡到天黑啦，然后还有就是懒得晒太阳啊，要不然就是很常会宿醉，所以他们索性就不接白天的活动了。这样我说的没有错吧？对吧？你真想爱听呢？特别让林美淑啦，哎，大家赶快哦！那主持人再一次呼吁我们旁边的朋友们。在马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自身安全哦，好不好？要注意自身安全，尽量不要哦。你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，你就倒穿这一双就好了嘛。范璇而已啊，是不是你嫌太高？一定又是你，你自己也很高，你这边讲别人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三位到齐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位到齐了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拍个照。你不困啊？你要起来唱歌不？好的，今天特地邀请到我们的恶魔来到现场。那在这里呢，开放大家的拍照时间，好不好？要好好把握一下，因为呢，他们平常拍超过三分钟，他们就会开始臭脸了哦。然后大概拍到五分钟的时候，就会开始翻白眼了。所以大家应该想要拍到五分钟以后，拍到他们翻白眼的样子，好吧？这边的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没事啊，我等一下再继续挡你们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让恶魔舞台先来稍作休息一下。你在外地丢脸就算，竟然在高雄丢脸。明天大家的版面都先放他那个鞋子坏掉的版面，好吗？人家说怎么样的年头就会有怎么样的年尾，你今天就多买几双鞋子，不够我可以赞助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啊，我鞋子都很贵，我怕你穿不下。好好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两个舞团连续表演之后呢，在这里要换来美音带来几首歌曲来送给现场的朋友啦。